我肯你应啊，还是卖去找家长啊？我找阮翁，到底什么地带？你找到伊了嘞？当然是叫伊回来新娘房啊！伊若是不来嘞，哭闹，叫阿姐、叫阿静来骂伊，也是要请你阿爸来主持公道。我煞唔知，你手工阵手术啊，唔堪吗？超过伊要做当的找家长，破坏我的身份之啊！ 我早就认输啊啦，我即马是好心来甲你苦劝。家族的个性有一点啊歹溜啦，恁两个拢已经结婚啊，我若是你，我会温柔的等，毋是甲伊硬硬的。你若提即款出国个号啊，你就算讲我毋捌药材，你就会变一摆来骗我是无？这是店内上界关键的担心。 其实这叫做上界关键，你连我这个小奶奶拢敢安尼胡白开，啊对其他的人客，你就直接乌白布。我换大片给你，这不是大细片的问题呢。是你做生理无老实，哪会放下不管，信用堂这块扛棒，早班费在你的手头了，我要给他讨给讲，你是讲煞未啊？超过伊找空找胖，我是替阿爸甲家俊管理信用堂呢。 即卖叫阿爸，再客就无听到你叫阮阿母一声骂。你莫牵拖一寡有诶无诶哦，即卖重点是啰嗦做生理无定金，会起来就性冲动啦。未破假破，你若毋是阮阿兄无，不如叫因家己好好出去啊。我是你阿嫂呢，你敢安尼甲我讲话哦？阿嫂敢安怎？莫提醒阮阿爸，别人今日我才无咧惊咧。你甲阮阿兄是啥物状况？别人毋知啊，我是清清楚楚，林美霞。 好啊啦，莫阁讲啊啦！家俊，你看恁伤袂啦，为着我人欺负我啦！好啊，先等你出来。你要啥物药啊？我等伊才去的。你先叫伊跟我回室内，我歹转去。凭啥物？你一个新郎竟然敢安尼跟我讲话哦！今仔日哦，你若是无爱跪落跟我回室内，我绝对唔放你煞啦。好啊啦，啥物人到当时啦？ 你是咧创啥？爸，爸，老少对我无礼貌了。是你先找阿秋麻烦。宝珠，你先等。爸，有啥物代志，等下讲。头家啊，这代志又毋是阿秋的问题啦。伊阿小奶奶来来店的，你着去送货。 还是去仓库斗相共，知无？不管你对这件事如何不满意。 宝珠即马已经是你的牵手，为着家庭的和气，你就要甲过去一刀两断，袂当阁有任何的留恋。爸，毋是我咧留恋啥物，是宝珠甲弟弟的找麻烦啊！我毋管代志的原因是啥，若是阁继续安尼吵吵闹闹，毋管阿嬷在生时阵是安怎交代，老邱。 就一定爱离开，信从吧，有听到无？下人若不介意食便当，以后莫甲伊做啦。是，别人嘛莫做。小奶奶，小明小姐的便当，伊一个外人冰箱是无好意味，其实无。其实做便当有一点仔麻烦啦，我靠食一碗面，简单搁省事。人小明姐也拢安尼讲啊。 以后卖给我，对啊，小冰姐，知影你足贤惠，一件衫你敢能替我穿一下？阿良，粗粗落落，我惊伊老用歹啦。这是日本进口，无得买的呢。麻烦你啊，阿里嘎多。
代志已经行到这来了，你上好是乖乖啊，甲宝珠啊做红阿婆，卖阁甲其他查某人伫遐搞搞。昨昏你给我穿的衫，规领拢破起来啦，可能是野鸟料的。遮个袂上你，啊，我阁有代志先来走啊。亲像你当袂见上的查甫囡仔，拄到机会就想要诱拐少爷，你若是无在条，管好你家己啊，规日提一条锁啊，把伫个裤头，我一个月就当互你无头路，你要信无？你无资格偷管啊！你管有资格管无？你安怎？林家正，你阿姊。你破坏我的婚姻啦！对我走，我一定保护你，绝对不让你受委屈，让你吃苦。小平，你明明话的，为什么要假死？为什么你不去林家跟我吵吵？刚刚你真正不爱我这个查某囝，什么骄傲、尊严，拢无比大哥爷六爷笑你搁较重要。无得他骗到一个后生，以后你伫林家的地位就无人会当当啊！关注你了。